as bad like a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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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om。 嘣！凭空一声巨响，红尘闪亮登场。嗨，你们好呀，我们又见面啦。从我降落的地点不难猜出，今天的任务是只用车库楼的物资吃鸡。嘿嘿嘿，刚落地就双枪到手，一把喷子一把邻居，远近通杀呀。哦吼，还有三级头。哦，这是什么神仙运气？不是说车库很穷的吗？为啥我的就这么肥呢？难道是冲我长得可爱？嘘嘘，听，脚步声。果然，左侧房子跑出一个呆头鹅。嘿嘿，我这就下来了结你。哟吼，医疗箱。慢着慢着，房子里还有同党。搞定，医疗箱是我的啦。不知道小伙伴们都在车库楼里捡过什么好物资呢？和红尘分享分享呗。一路驰骋，我来到阿城市中心，刚进来就枪声雷动，就这么不欢迎红尘的到来吗？我只是送你们几个车库而已嘛，不要这么小气啦。脚步声逼近，看来只能先下手为强啦。哎呀呀，合起伙来欺负红尘，就是你们的不对啦。休怪我无情哦。Nice， 枪枪必中。来，红尘666走一波。肃清战场，也该驱车离开，继续踏上我的捡破烂之旅。啊呸，应该是寻宝之旅。是金子总会发光，是宝物总会登场。我们缺少的就是一双善于寻找的眼睛和一颗勇于寻找的心。天哪，八倍镜哎，这也太肥了吧！你们谁敢相信我这一身神装是只从车库楼里搜出来的？好了，也该上阵杀敌啦。哎，有人！嗨，兄弟，你这喇叭按的是几个意思啊？是想带我去你家做客吗？那你好歹也等等我呀。哎嘿，就知道你要来这一招，还好我眼疾手快，否则早已成为了你的枪下亡魂。你们家的待客之道着实不体面啊。哎，人心隔肚皮呀，我把你当兄弟，你却请我吃枪子儿，没爱呀。慢着，有人。正好内心的苦水没出去，就拿你发泄发泄。他貌似上了二楼，走，我们也上去瞧瞧。果然不出所料。哎，看来还有同党啊，这回是票大的，先解决眼前的机器人再说。那边枪声已经响起，二楼房间出现人了。嘿嘿，看来是只三人小队呀。成功团灭，红尘的心情顿时舒畅多了，可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。谁知这股热乎劲儿还没过，研究所就有人发起挑衅。你是吃了雄心还是豹子胆，敢欺负到红尘姐姐的头上来，那就别怪我辣手无情哦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哎，谁在背后放了枪？这么卑鄙的手段，红尘都好久没用了。别以为你躲在山坡上我就看不见你，等我疗完伤要你好看。红尘小提示，你的下一班飞机将在1分钟后起飞，请收拾好你的行李物品，准时登机哦。搞定，狡诈之人防不胜防，我还是先人一步去决赛圈等着。哪知等我赶到，敌军早已恭候多时。果然姜还是老的辣，只可惜红尘也不是位吃素的猪。投降吧，伏地魔。哎呀呀呀，走位走位，心里慌的呀皮呀，此处不安全，我得找个隐蔽的地方疗伤。哎，真是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，还好最近练了一招凌波微步，等着吧，等我满血复活，定要你们尝尝我的厉害。跟着红尘冲呀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哼，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 Hello Kitty 啊。此时场上还剩最后一名敌军，
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开着车车冲了来了，压不着我。你这是要和我兜圈圈呢、啊、不打算正面迎敌了吗？那我们就试试看谁先把对方绕晕，我可是不会认输的。啊哈，这么快就沉不住气了。哈哈，任务圆满完成。小伙伴们，车骷髅真的很肥啊，搜物资的时候一定不要错过哦。我是红尘，距离九品高手还需完成54封命令，尽情下达任务吧。红尘一直都在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他永远不会堵车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我马上就到家了。他让我远离烦恼。